咱们今天玩游戏吧，把手机都放桌上。从现在开始，所有的电话、微信、短信，所有的内容都一起听、一起看，只限今晚。你敢玩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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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的电话响了？广告，广告短信。哼哼，跟你们玩个好玩的。Siri， 请读一下这条短信。0600661618加一给你发了新信息，我好想念你的身体，想要你，你要回复吗？那我回个就是饭后联系吧，是吧？你手机里到底藏多少秘密啊？这些丫头心眼多着呢，这就叫安全意识。你前男友交了个新女朋友，跟你商量什么时候上床？什么个事儿？你能说真话呀？其实那天我喝多了。然后呢？身正不怕影子歪。那个松果电话。先生，理财产品给您介绍一下，可以吗？嗯。刚才女朋友在旁边吧？啊，